这猪脚还得翻着了，嗯，猪脚还有没一块的玉了，哦，还虾的，还有虾的呀，嗯，还有肉的呀，嗯，这么好的鱼呢，肉悄悄过来来的你不少，啊，我的悄悄不是炒鱼悄悄，你没吃浇水饭呀，我做浇水面臊子面吃的没劲。一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，来个红烧茄子，哎，这个宝石咋没得了？哎，婶婶自个儿捡的。住哪里了？学，住的院。学嘛，利县。哦，利县，学利县，利县。哇，这个住的院是么？七点。我的最爱小米椒炒青椒，给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个菜啊，这个是红，这个是茄子炒辣椒，这个是青椒炒肉，这个是鱼，这个是虾，简简单单的四个菜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那我拿个筷子。好。我不能试试吧。但是你奶奶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还没来啊？还没来啊？你说，当然是这个呀。来，我再拿个小杯子。哎呀，哎，这你爸爸要，我要妈妈。那你哥哥说啥？啊，小哥，你不好吃到啥吧？妈，我也是一天没干吃啊。哎，这物件早吃了。哇，最近没干吃，没干活，没有。在那熊木院的地方，一口饭都没吃啊。是嘞，妈，你这你炒给天吃，现在不要。我也不吃，煮好多水啊。啊，我的米饭。米饭。我也是煮的米饭。嗯，干吃没吃，煮碗吃。哇，我大婶，你三点起来就吃饭了吗？我是吃两天了。